好，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王子量学理论实践教学基地，王爷集训班代理和化学练习的跟踪交流。今天是2023年3月7日，在交流之前，我们是一个郑重声明。那么，师姐除了学员群之外，还有两个群，其中一个群是 QQ 群，群号是65124809量学星光家园，另外一个群是66量学解盘室执行刘杰家，群号是902232。这些群都是王爷师姐传授和发扬王子老师正宗量学的平台，不收费荐股和代课理财。本人江玉龙，网名凤麟羊，是王爷师姐团队的管理班长。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交流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周日晚上师姐布置的本周的化学练习的跟踪分析，第二部分是师姐近期分析指导的典型的个股执行刘杰每日一流。那么首先我们强调一下，化学练习不是推荐股票啊，一定要明确啊，一定要清楚。目的是结合集训班的教学，达到以下的目的：第一个是训练大家选股的能力；第二部分是培养大家辩证的思维；第三部分是实现，让大家能够按照标准执行合约的执行能力。主要这三个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把这个王子老师的这个告诫集训班的激励我们再强调一遍，就是凡是新同学第一个月不得试盘，第二个不懂进退标准的不得试盘，第三个教练点评的票没有看懂的坚决不得试盘，第四个凡是没有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稳健盈利模式的学员坚决不得重仓试盘啊，这四个大家牢记在心。好，我们来开始这个本周的化学练习分析。第一个是 C 乐瑞688552，那么当时师姐布置作业的时候是站在高粱是顶连续缩散，我们当天晚上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明确说了，那么他上线看这里，过了这里以后常态它要攻击这个虚顶，但是这个虚顶首次过不是过，确认中过才是过，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防止它冲高回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票的走势啊，我发现有朋友啊可能管不住自己啊，迫不及待的去跟这个票。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预判呢，大家看它次日的时候是一个跳空。跳空上行，它是不是准确的打到了哪里呢？打到了这个虚顶的位置。那么我发现群里面有朋友也知道这个知识点，就是这个虚实之间容易冲高回落，就实顶和虚顶之间为什么容易冲高回落呢？因为这个虚顶我们从分时上来看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这地方就是一个阴柱啊，就是一个阴柱。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你看它这个就是冲高回落的啊，我们看30分钟的，那这地方它就是一个冲高以后，这方是个阴线，是一个阴线，所以它分时上面它显示的，实际上冲高回落啊，就分时上面的一个小级别的一个阴线。那么第一次过它的时候，第一次犹如它是个高量，第一次过往往是试探或者是试攻的动作，所以首次过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去伏击的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去高跑，如果没有伏击的这地方不要去追啊，千万不要去追。那比如说我们啊，玉莲跟大家讲的这个票，我们在这个位置我把它我是在这个位置和大家交流的，比方这是个三元联动常态，它要攻击到什么左侧的这个阴的虚顶的这个位置，所以
那么我在这天介入，这天上涨，这天冲高，我就把它卖完了，我就做这一小单，就做这一小单。然后这天上去以后，有朋友就讲，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站稳，能不能过去？我讲这地方首次过，过不是过，确认整过才是过。确认整过怎么办呢？就是过线之后，它能够形成王牌，或者是预判王牌成面，否则的话呢，这个可靠性都不高。所以我们在低位，一个在 A， 我们经常讲市级的 AID 扣就在凹底的位置去附近，或者固缝以后，固缝形成王牌，我们预判它能够形成王牌，我们再去附近。在这个位置没有附近，第一次去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啊！这个知识点给清楚了，清楚的话大家打一个二，这个知识点清楚没有，清楚的话大家打一个二啊，首次过，过不是过，确认正过才是过啊，一定要这个按照这个规则。有的朋友讲他有时候过了直接上去了怎么办，上去了就跟你没有缘分，我们按照普遍规则，按照一般规则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票它是不是可以就放弃了不跟踪了呢？可以跟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然后这是一个试探，大家看它整体是价涨量缩的。那么我们看它往哪里走，那么它首次过，过不是过，确认整过才是过，回踩跌破看缩量，它疏散的脚状着底等攻防。着底怎么找？首先我们以此柱为基柱，以此柱为基柱，这是不是一个虚极黄金线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虚极黄金线。然后我们再看，假如我们预判这个柱子的王牌陈列，那么它的脊柱是底，也是我们预判的黄金线，所以我们的下限显示在这里，看这地方能不能止跌以后向上确认。如果这把打漏了，我们下限再试到这里来。由于像这种个股的话波动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我们下限是在这里，参考是在这里。然后上限呢，重心在这个地方，上限呢我们要试到哪地方呢？我们要试到这个上影线这个位置，过这个上影线，因为这是个跳空线，过这个上影线它才可靠，否则我们仍然是以看为主啊，以看为主啊。清楚了吧？清楚技术答案，清楚技术答案。好，这是第一支票。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支票，第二支票是捆船智能。这个呢我们也和大家交流了，我们讲首先这地方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试探，这是一个回踩，这是个整治抬高，可能是换挡，我们看它换挡能不能成功。然后我们换挡能不能成功，我们先看此柱，以此柱为脊柱的王牌，看它的王牌能不能形成王牌，王牌质量如何。然后我们设置三线的时候怎么设置来上线，我们当时就设置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先找设后找许来续点，先设设点后找续点，然后它的收盘价就是它的中线，然后呢它的下线呢强势的我们设上三一位，然后参考二一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走势啊，来捆船，那它是不是这一天冲高的时候冲到了这个设顶和虚顶之间，冲高回落的啊，冲高回落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有人跑去追那是不对的哈，你脊柱出来叫脊柱线，等三天三五八天方向选，就是王牌的脊柱啊。如果没有不懂的把我交流的那个量柱语言洞穴主流的思维啊，反复去看一下。那么就是王牌的脊柱出现以后等三天，一般是等三天，然后三五八天方向选，它的选择方向啊，所以这天是不能去追的哈，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看，那么它线捅了以后，这地方是以此为脊柱，这是一个微缩量的，微缩量上捅，然后今天是缩量回踩，缩量回踩，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柱子，首先这个支柱它的王牌已经成立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柱子质量很差，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价涨量随的将军柱，质量很差的将军柱。那么我们看这个将军柱的黄金线在哪里？哎，以此柱的实体化线，对吧？那么和这个实底是重合的，基本重合的。我们看实底是多少？今天的最低价20.3，这一天的收盘价是20.33。那么我们就取它的实底。参考呢？你看它打漏掉了，打漏掉了以后呢，我们下行找阳实底，我们就以这个地方，它波动幅度比较大，这个阳实底画下线，然后重线上行就是盖印啊，上行就是盖印啊，这我们画三星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柱子不破这个底，这个王牌就成立。破底以后，那么它走势就复杂了，它可能这样的试探以后再下来找，它可能找这个黄金线也很正常，因为这个黄金柱是成立的啊，来价涨量随的黄金柱，而且这是个引元帅。那么我们先显示在这里啊，显示在这里，一步一步的设下线、中线和上线，清楚了，清楚打个伞。如果破了这个下线，再往下找，清楚打个伞。好的，然后我们继续。那么第三支票，这个是我的，搞错了。第三支票是中船科技。那么中船科技，这个怎么没把它调过来啊？中船科技，我们来看一下。中船科技呢是比较简单的哈。我们说当时教的就是我们将不要去追板，这段时间必须取，我们不去追板，不追板我们就做它高量。那么它板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管它。然后呢这天冲高，冲高以后啊，大家看这个高量很张扬。为什么我们不做高量印呢？因为高量印人家高量破有灾祸，对吧？那么等待王牌再把握。你高量是阴，高量常态时间，阴也常态时间，所以你选高量阴的话，通常情况下它这个底就容易跌破，你跌破的话就有灾祸，对吧？所以这个票呢，我们明天只要跌破高量底或者常态，它是跳空往下跌的。如果跌破高量底，这个票我们短期就不看了啊。如果不跌破高量底，它有一个缩量上捅，要捅到 A 位置上，这样的动作我们还可以保持跟踪，防止就放弃啊。我们要动态思维，防止短线就放弃。如果这个板没有去做的啊，我是不做追板的。这个20板之后收板之后我是不是追板的。那么这个板没有去做的，那么我们出现这个位置跌破了，没有上捅到 A 位置上，这个票我们短线就放弃啊。如果捅到 A 位置上，我们还可以再看能不能打回马，或者是后续怎么走，我们再动态看。看清楚了，清楚打一个四，清楚打一个四。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支票。第四支票是约定力。那么约定力呢，我们刚才讲的比较清楚。首先我们也看这个合力的背量摇足风。我们说首先上行在哪里，上行去看它的实顶，你不过实顶都是假的。然后呢重心呢，我们可以以它的 A 位，那也可以首先我们参考去实顶，这是实强。然后呢参考去 A 位，哎，参考去 A 位。由于你像这种个股的话，波动的幅度就比较大，我们设这个 A 位，就它可以打漏这个 A 位，如果收上就是强的，都是强的。那么这个三线设置以后，我们来看它后续的走势。那么约定力，那么大家看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守住了 A 位，守住了 A 位，然后收上三一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啊，这个地方它的下影线长，上影线短。我们讲短强呢是主力向上拉伸，探测上方阻力的探测器。长腿呢是主力打压下方支撑的回声仪啊，
老师呢把这个长腿叫传令鞭，就回弹了以后往回传令。那么这个下引星比较长，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假阳真阴，它手盘是在这个设定之下的，和这天手盘价比它是低的，但是它低开高走，它是个假阳真阴，假阳真阴务必当心。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观察的。然后次日就是今天，它是一个跳空印下来的，跳空印铺了 IE 位，那么这地方是缩量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叫充其量是预判它的将军柱啊，这个下跌的幅度比较快，缩量缩的不是特别，缩量跟不上，这都不是典型的将军柱。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过来叫将军柱不可靠，采信确认才转好。所以我们去设置作为下限，收盘价作为中线，然后今天是一个中阴线，那么是一个中阴线的话，我们就设它的 IE 位作为上限啊，小阴线我们设设定，中阴线是 IE 位，不过 IE 位都是发假反弹啊，我们就这样设置啊，而且它又在这个高量的设定之下了啊，常态是示弱的啊，必须过来 IE 位，那么才示强。哎，因为我们都不要动手，因为他都没过这条线嘛。啊，盖印过线，我们才可以考虑续线。啊，空仓续线，只有量部很健康的站上这个虚顶，我们才考虑。那么这个稍微把仓位啊放开一点啊就可以了。那么这是我们明天的三线和动态跟转的要点。对。将军就不可靠，采信确认才转好。好，那么清楚以后打一个五，然后清楚以后打一个五。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指标。最后一指标是普漏通。那么普漏通呢，当时布置之以后呢，这种没有画放图啊，没有画放，没把图放大。那么当时也和大家交流的。那么这个呢是涨停之后的一个。吻合放量的板后的阳柱，那么板后的阳柱这是一个吻合的体量，我们做什么呢，就做这个高量不破或者是高量回马，这个高量阳柱的质量还可以，因为它是一个正三维走势啊，是个正三维走势，然后整体的量柱呢，粉丝量柱来看呢，相对来讲呢是阳量柱要大一点，阴量柱小一点，就这方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阴量，那么整体呢这个高量质量还行，同时呢它又咬住了这个虚的虚顶线，我们参考实顶，那么只要上线我们就设它的什么，就设它的虚顶，那么中线在这里，下线呢我们设它的 IE， 这样就比较强，那目前呢它就在这个区间运行，然后它今天有一个上捅的动作，那么先上捅再回落的啊，进上捅再回落的，那么这个上捅创新高，缩量创新高，就是主力进攻欲望的表现。那么我们设置呢，就这样设置。你不管你怎么动，那，你不是后三日最低点吗？那么我们现在以这个作为黄金线了。然后上线我们就看它的虚点，啊，就看它的虚点。那么你过虚点，我才去把握；不过虚点，那么给你如果往下调整，我们进一步看它去着急。着急之后。如果它是一个贴印跌下来的，那么如果保住了虚底，那么这个印跌下来，那我必须要给这个印，给这个印，不给这个印，我们坚决不要动，啊，看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设下限的是这个地方，如果强势的就是虚底，中线就它的收盘价，上线呢我们就看这虚底，然后参考，来这个设定平衡线，就沽逢保点。看清楚了，清楚的打一个六，清楚的打一个六。啊，冯学长没事，我录屏的，录屏的，结束以后会发给大家。好，那么这五支票，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里，然后我们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支票。那么这是世纪近期讲的一个公开课也讲了，然后盘中也一直分析的这个票，所以大家呢要注意虚线理解。这个票是什么票呢？就是601698中国卫统。那么中国卫统这支票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大家首先你自己要学会画图啊，或者我画的图以后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市井呢是在，我看啊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是去讲的啊，去教女的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讲的。那么这个位置讲了以后，市井我们首先要想市井为什么会布置这一支票。我们速图一看，首先看当下，这是连续两个跳空。那么这个柱子，它是二元联动的黄金柱，是价涨量随的黄金柱。那么黄金柱之后是一个背量过线，然后价跌量缩，守住了 IEV 啊，那这地方一个小顶顶子就是 IEV， 守住了 IEV， 走势守住了 IEV。那么我们前面和大家交流过的以阳度阴，就是以阳柱为基准柱，看阴柱的走势来判断其量性。如果守住上三叶是强，是多方势强，后市必涨；如果在上底部上三叶守住 IEV， 是空方，是多方较强，后市看涨。如果它在 IEV 上下波动，然后守住了 IEV， 这是后市看平。具体看这几柱之后的量价阴阳和方向选择。如果跌破 IEV 在下三叶之间，是空方较强，常态看跌；如果破底，是空方很强，常态必跌。那么它守住了 IEV。整体的架柱的重心在 IEV 的上方，那么这个是空多方较强，后市看涨啊，这是第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将军柱。然后我们再缩图一看，它的位置定性，来，在这个足缝之上，在这个足缝之上，它是在多缝之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再缩图看。这个地方是一个长，这是一个固底线，然后呢它上冲以后它这样破了固底，那么这地方是一条固底线，那么这个固底线和什么呢，和这个封底线它是形成了一个复合线，但是它不是精准线，那么就是固底线和封底线在一个区间，那么它在这两条线之上，那么再受到这个黄金线的支撑，所以它这地方支撑就比较强。我跟大家讲的时候讲个一个比喻，就说明讲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地面，首先这是个泥地，是个泥土，它的支撑呢，用进去揣一揣，能揣一个印子，然后在这土上面呢，再打了一层水泥，水泥上面呢，再贴了一层瓷砖，那你想把这个地面给打漏掉，很难，对吧？这就要支撑力强，所以这个就是复合线，这是一个封顶线。这是一个固底线，这又是黄金线。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一天交流的时候出现了背量盖印的时候，我在群里面就和大家交流了，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么有没有印象？背量定拐，你在封顶线和固底线之上，同时是一个守住 IEV 背量站上了，我们看这个背量啊，首先这个量。比这个量还低一点，然后呢它又不但盖印还站上了这个是顶，那么这一天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机会？还懂了，但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是学习机会，先打一个欠，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我们首先要理解以阳度阴，然后盖印，然后这条线呢又再度支撑线之上。好，我们讲了，一看趋势，二看位啊，量形攻防定应对，找准穴位画好线，这个线我们画好了，然后我们看基础，找准穴位画好线，再看基础和红线。我们看它这个基础，首先这地方它是正极，这是第一个极啊，前面都是下跌趋势，前面是下跌趋势啊，我们速度看一下啊，是不是一峰比一峰，一峰比一峰低，一峰比一峰低，一级比一级低，这样穿了最低点，这是一个整个这是下跌趋势。
好，下跌趋势之后，这个地方到这个位置开始，它是正极抬高了，这不是一个正极之一吗？这不是正极之二吗？这个地方时间的宽度很长吧？这个基础很长吧？然后再经过一波上攻之后回踩，这个正极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的宽度是不是在缩短了？然后再经过一波上攻回踩，这个时间宽度是不是进一步缩短了？然后我们看这个台阶，哎，这个台阶是这么高，这个台阶是这么高，这个台阶是这么高。我来重画一下啊。我们经常有朋友讲，他不知道什么是基础折射呢？这是一个台阶吧？然后这个地方画的不准啊，这是一个台阶吧？然后到这个地方，这是个台阶吧？然后到这个位置来，这是个台阶吧？这个台阶是不是底部由宽到窄？这个宽度由宽到窄，然后这个高度是不是越来越高？叫由紧，这个比较短，我们叫紧，由紧到松。所以它是不是叫基础折射？我们经常有朋友看不懂，叫基础，这就叫基础折射啊。时间由宽到窄啊，高度由低到高。那么它就是我们搭积木的时候越搭越高，就要进入主升浪了。好，懂了这个知识点，还懂了，懂了打一个切。这个知识点还懂了。我们很多朋友他讲，我这个基础暂时不知道怎么看。对啊，先宽后窄看周期，前紧后松有冲劲。把这个词打给大家啊，这也是我跟随师姐和参加跟王子老师参加推满学习以后啊，我自己学习体会总结的这么一个自己方便记忆的。叫先宽后窄看周期，这个先宽后窄看的什么？看这个时间，叫周期。然后呢，前紧后松，有冲劲。就是如果正极也好，黄金体也好，它如果搭的这个阶梯是先紧后松的，先紧后松就是什么？就是底部长的高度比较紧凑，到上面长的高度越来越高，那么就意味着它要冲锋了。看清楚了，先宽后窄看这个时间，看周期，前紧后松看高度，然后这样的基础它就有冲劲，有冲劲就要变成一飞冲天，就要变成一飞冲天啊。懂了、懂了，技术打切啊，我们七上八下。这个知识点给我好好记住，我们讲要熟记经典，留古在线啊。好，那么这一天是我们的介入点，对吧？介入点之后，这上是个板，板墙，板墙。那么大家看呢，它是一个又是一个正三维的啊。整体上来的缝的时候呢，铺板的量也不大，也没大量。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又是吻合的体量，它为什么会出现板呢？啊，出现这个，这是个涨停。涨停单后，然后出现那个体量板，为什么会出现吸水呢？因为左侧的临界点多，左侧临界点多，它不在日向上面去，它在分时上直接消化，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庄很强啊！好，懂了，懂了，打一个伞。就是如果左侧有临界点比较多，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日上做个消化，然后来整理几天，或者是横向整理，或者是价涨量缩，或者是回踩整理。然后再进攻，我在粉石上整理以后刺直接进攻，那它刺就一个击开的动作，它刺在这方就一个击开的动作，就直接进攻。你将来是强壮，壮强不强啊？
然后再来个板，然后今天它还在整理，这个票我们还可以跟踪啊，它是个趋势流。第三个，我们要关注经济热点。首先，它有六季概念，对不对？哎，经济六季在炒。第二个，它是央企概念，今天央企在炒。第三个，它是卫星导航的概念。我们最近传的比较多的，我们国家要发1.6万颗，和马克思的信念相匹配，1.6万颗的近地卫星。那这三大概念它都有。你说，我们讲先有题材热点带，再看技术形态好，题材技术生共鸣，热点龙头长得高，懂吧？好，清楚了。这样的话，整个逻辑给清楚了，清楚打个九。好，这个票呢，我跟大家做了分析，也画了图，买卖点我都讲清楚了。那么大家自己去画图，画不清楚的，来，这张图在我的这个教你的这个里面有啊，这里面这张图有。大家，我把这张图发到群里面去，然后呢，大家你不要看我画的，你自己画。画了以后，然后你再和我的对照，这样你自己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他拿了个烂票跑来画，画了呢我不看还不行，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头疼。你度化经典，叫设计经典，留不在线。你把这张图给我保留下来，然后你不要看这张图，你自己画，看我画了以后跟我画的是不是一样，然后你再去你自己，好不好？就给大家布置这么一个作业，好不好？收到的打个耶，啊，别听你画了一烂票，画了烂票有什么用啊？我们要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去厕所，你烂票都不长，死不死，活不活的，把这水平都看低了，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8点的时候，师姐会传今天晚上的视频，啊，视频近期视频要重点听，因为大盘是一个拐点的位置啊，一定要重点听，好不好？啊，好，那就这样。好，你跟其他班长交流啊，盛常跟其他班长交流啊。好，谢谢大家。